东西，全世界的人种在某一个地方生长开花，该地的自然资源就渗进去他的灵魂跟他文化的展现。只有台湾因为更替太久，因为每一次我们快要产生这样自觉性的，然后又换政权，又重新洗牌一次，又带来新的观念啊。国民党接手台湾，我们派出去留学，今天日本的一套回来一个观念，德国的回来一套观念啊。所以我对这些搞问的问题，我们听出这个 diversity 的基本进来，问好多从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活过。你们看那个苏振辉苏董在跟你们讲到你要蹦底下来考，就是其实那个是真权。那因为他从什么时候他开始爬山了，看到那岩柏激动得不得了，然后呢他有一次登山，他跟人家讲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你喜欢爬山，他就跟他说，你没有发现我们活在这片土地，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你难道不会想说趁着还能走动的时候去看看这一位妈妈长得什么样子吗？那我们虽然只是呢，真的是不是走马看花而已，简直是用跑步过去的。但是真正像在阿里山是没有办法看自然的，干扰太多。像今天呢，因为团体，要不然慢慢走，慢慢看。有的时候呢，一个点我就几乎停留几天，都永远做不完，无穷无穷。那所谓自然文化，我是在差不多35年的这样的。然后有一些感触记录下来，我并没有期待啊，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我20几年来，30几年一直在讲一句话，我说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温柔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跟我的同胞共同分享我在自然野地所获得的感动、喜悦种种任何的，或者惊吓，或者没有办法分享。啊，你甲讲，伊干那想讲，伊要安那树，安那台，安那香，安那流，安那开花，安那做啥？哎，明明阿里山一大堆啊，水水也啊，一点那个石头在那边，经过几十年风化、苔藓成长，才长出一点韵味的时候，竟然引来了少妇小家，恰人伫遐甲露露露露露甲金闪闪，啊，露甲金闪闪，规矩你去做一个刷子，就比较舒服。有很多东西是岁月的。那个真的是任何东西变动不出来的。那其实陈彦霞在写那个阿里山的情感，他想表达也是最难表达的东西。为什么在那干扰里面？你要知道，以前有一个记者访问他，他在讲那一段，他爬进去看他出生点，那个记者都听到都哭啊，那种感动，那种这不是感动你有什么，只是把你内在的。有一位前部长，以前的他好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接触佛教的或者一些宗师一些什么，常常会发生突然之间你眼泪流不止，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他不简单，那个只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呢，学会把自己像垃圾桶一样，很多的武器，很多的掩饰，把自己都塞住，你跟那个法师在一起，这个东西掉了，所以自然就流露出来，那只是一时的感受，那一点都不代表什么。啊，其实我们在自然界里面，你会看到像苏董那样哭，就是很自然。其实你也有，可是呢，你的教育，你的成长过程，然后再投入努力竞争以后，你加油。啊，过来，对人出去佚佗的，其实是把在都市家里生活的习惯带到野地。几乎我没有看过真的能还原去跟那种自然接触，但是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小朋友跟随小朋友上山也好，你去观察那小朋友会出现很多很粗暴的行为，就像花豹，就像。猎狗，你要知道，
包含所有地球生物看到的种种，你不能把它叫做类根性，可是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人性通通我们是这个一地这样活过来。那各位朋友，其实经过这几天很难得，大家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人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其实在这片土地一直默默付出，一直做着非常多的很好的事情。我在这里营会为什么我有一些坚持，那我也不希望在我演讲上课的时候跟人家目光，你知道，因为人很容易因为一种引导进入一种情绪，就是我在乎的是自己，所以我要跟你目光是目你十年，目你自己的良心，目你自己之望，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可是那一份自觉出来，那是你的自在，你做什么好事了、你也不会和人相互相互阿比安，这样才不会哈、人若无家己小可爱，就是你得怨天尤人。哇，你咧做偌济咧，大家就互相评分啊，亲像台湾的环保团体哈，他就来，我做啥做啊，互相比较，啊，比较那个，你会看到台湾的文化就是这样，好的好的要死，但是十个好人加在一起，变成二十件、三十件不好的事情，啊，一直呢，那这个其实是因为统治强权所塑造出来，这真的是很微妙的。但是今天我相信更大的慈悲可以化解掉任何的，我们的胸襟是 open 的，我们不是那么窄隘的党同华裔，那这些只是因为你知道，你只要接触那样的人，你那个东西就出来。台湾历来的无善之善，就是透过那么多草根给你们那本素人的书，有没有在写着的那个就是这样在影响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影响了什么，那最底层东西是那样，人有在那里讲，有在讲那些在做什么好事情啦，那主笔如果挂在嘴，如果没有吵，不会一旦起心动念啊，往往呢，但是拉回来，个人真的有个人的造建议造化，但怎么样，我们今天一个短暂的交会，也许某些东西活出来，那、你也不必急着要马上要做什么，其就义若可者，其弃义若日，跟人讲就义、我要伸张，我要做什么，像那口渴的要死，拿起水拿一喝，这庄子所讲其就义、要去做这个义的事情，像若可者的对不对，要洗我去抱着我一碰马上丢掉，其弃义若日退掉，或者一朝被蛇咬，三年大草蛇，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这营队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只是希望说恢复我们台湾人原本的泱泱国情。当然你也可以检查我，这个东家转上边，这个人一辈子里面讲了好多至理名言，好可惜没有时间去实践他，给他记住啊，没有感系，前面先不懂，对。但是我是希望一天一天，我们不可能像很难回答说。什么事情要做到那么绝对性，其实一切世界是相对的，那在这相对里面呢，也渐渐懂得某种绝对性的东西，那一种就是自己去真的如人饮水，我不懂难过好你的你哪有兴趣，我也上来教你，比如说你会遭遇种种的生活种种一些公司啊，或叔叔啊，或那我们也可以从类似像宗教心理治疗也好什么样，我不可能去帮你什么治疗什么，只是在某些时候相濡以沫，一刺激一点，突然之间你有某种新的启发，有很多的课程说起来就像什么课程我也不知道能做到哪，你知道我讲三零数位原来我的构想是要有一个有山有基隆岩有水基贝马总干一二十家，然后我当时要做这个是三里书院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提供一个永久基地，不断的
生产在地知识训练培育，真正了解这一片山林土地、台湾地图的教育，然后一段时间来充电。还有环保团体，你要运动，怕到要死，有当时啊爱甲笑笑的。咱遮拢唔是啊，咱遮拢无，大家拢无搭讪，大家拢无人，因为环保团体的人都是怎样，你要怕到要死，又讲无想，讲话爱回，干那红臭干胶娘。请问有谁去安慰这些人？那我是想成立一个所谓三民之问，就是说，当这种时刻来这里，这些人，那也可以在这里恰好有在上课，这些人也可以来分享，也可以来上课。全世界各地在台湾人，就对于高德来讲，面哈好，你得来接收在，歪整个休息，类似这种一方面不断的就是一个永久基地。你想一想。台湾什么时候真正在土地、在自然生态保育有一个永久的自己的一个训练基地？通通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人真的在谈自然之道。当然，我安那利用他的狭隘，然后体制教育一直都从来都是相反，都是反这一片土地、反生态、反自然。哇！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也许我们的教会一生也只有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不强求，从以前做环境辅导师，我就不会想要如何收割组织做什么。我一向就是五谷杂粮以上。你像以前很多人要捐钱，我都跟他讲，捐在你在地那些东西。那如果你有那些因缘，有那种恰好可以介绍，可以怎样啊？或者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成立那样一个地方。那至于里面详细的规划，我会留给年轻一代一代去，把它变成一个像不是财团还，就是属于捐献出来是公的。哦，一开始提出的就是说征求有没有人要买个十甲地什么，那便宜但是有意识的地方。然后你去买那个地方，我来这里，我经营十年，你觉得可以，你把它捐出来，信托化，好，那，然后不要告诉我那些造林的什么哪一个地方谁种多少树，对不起，现在我对那些都不感兴趣，以前我很有耐心，想要试图让他了解自然，但是我发现不可以，巧克力洗澡也一想，还有人才，就一定要开心的。我是在讲的嘛，像我这种老顽固就是大概被淘汰了。这个是告诉你三林书院的一个，那我是希望能够，因为小草虽小，拥有足够的每一寸土地，一生到底我们有多少天？本来我可以上一堂，就是一辈子你听过哪一堂课可以影响一生？我不是有一篇叫课堂教义吗？你把它念看看，那个如果讲起来，你就会印象很深刻。请问，那1976年37年前，哦，我那有一个植物学地老师迪波，你们看过那一篇了没有？没有啊。那当时他是怎样？有一天他来上课，啊，就在那边找到一个岩板凳，这个叫椅子啊，没有那个凳子。然后呢，七十多岁啊。安尼，唰唰唰唰唰，背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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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聊起啊！进来安尼，唰唰唰。哦，乖子多啊，我大一啊，我半大，啊，我姐姐啊，我只有在想说，他掉下来的瞬间，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啊哈，他对着大家傻笑，他说：“各位同学，我是一片叶子 ，I am a blade， 啊，一片树叶。那我只要站着站在枝条上面。”衔接的地方叫关节，这个叫叶身 （bread）， 这个叫 petiole， 就是叶柄。秋天呐、啊，叶子要掉下来，就是从这个关节的地方噗掉下来。嘿，阿伯啊，讲一片落叶，讲到十分钟。然后呢？考试期中考期末，那个题目我念给你听。第
球上植物能源的终极来源，答案太阳。第二题，一改拢加简单。但是这个人是世界闻名的节律的专家 ，Charles de Gaulle 啊，蒂慕华，他是那个教会从中国过来的，什么台湾水饺命名啊，其实啊，这些后来啊，国民党过来以后，在什么样的学者专家都比不上日本时代那个时代。那这个不是要比较，我告诉你，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他念教书教这么简单，简单到考这样，让我臭干胶，别要把托尼啊，这玩物呢，大家都死也行，臭就了点哦。但是他是很有学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这个课程的影响，以后一辈子里面，只要在做研究遭遇困难，我都会想到万丈高楼平地起，再远的路也是眼前的这一小步，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他的影响。我经常以前念台大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冲击，像有一个中国通识老师姓萧，这个老师很怪，也是一个怪咖，呆呆拢一挂看起来拢是小小的神经疾病。那他来上课怎样上？从走进教室进来，通通不看学生，眼睛都这样，开始写黑板，黑板是好标，写了一个黑板，开始讲课，讲完了要这样回去。我当班代我就很不相信，就坐在第一个位置看着他，一个学期他就不看我一眼，但是他很会讲故事，讲的故事其中包括汉武帝中心、汉光武中心，有28个将领帮助他，叫28言台将，其中有一个将领叫弘毅，杨连水一个马。弘毅这个人呢、啊，骁勇善战，所有在最艰苦的时候都是冲第一线。但这个人因为这样全身都受伤，可是他只要是没有战争的时候回来，在金陵的远远地方一棵大树，他就坐在那边。别人在那边喝酒嬉闹，他就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时间久了，当然大家就叫他大树将军。那有一次，一次打仗打回来受伤，他还是坐在那里。晚上，他就死了。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他平常都坐在那一棵大树那，一夕之间所有的树叶全部掉光。留下历史上8个字：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人称弘毅大树将军。像这个故事，他活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爱听故事，包括鬼神、精灵、小孩、老人，永远都爱听故事。你们知道几艘往往就是一两个故事里面。透露一个东西，我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你去看看特长教，其实我也知道，我写作每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堂很有趣的引发性的一堂课。可是我总认为，我既然写了，就不要讲；既然写了，就不要讲。可是我发现大家看到文章，可见我都不会写，那就把这点。你看，小时候，我小几年级，怎么样？这一篇文章还继续的下去，还有很多故事，包括一个物理老师，那个在台大一二年级上那个物理课，没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怎么计算也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师来上课，从来没有在上课本内容，都在骂科学家，在骂，你知道吗？一等于 mc 平方，这是对的。爱因斯坦解释那是胡说八道，后来我才晓得他讲的是真的，因为只有数理公式那个是对的，解释是假的。后来到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维根斯坦，他
他法研究已经弄清楚，他就知道除了自然科学语言有真假值以外，人类99%其他的那些语言都没有真假值。你们经常在吵架，根本是鸡同鸭讲，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都是因为误解。我小时候国小六年级，我拿了考卷得了100分回来，考什么？故天将降大任于一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正义其手，不能写成白话。我写了100分，好，回家的时候我再看，故天将降大任，我知道天空只会下雨跟掉下马大便，什么时候会降大任啊？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在哪里？啊，那然后苦其心志什么什么，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我当时一直都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一般所谓的知道，知道有非常多种层次。我不是跟你们讲台湾人的怎样的三个层次吗？不止那样，各位，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到了高中，这种思考更复杂啊！啊，那个时候高中我也有一个导师。他长得高头大脑，山东人，还看到的一对叫做北韩。那他呢对我很好，那所以有一天我敢把不懂的问题问他。我问他说：“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请问你，这不是一根笔吗？这不是一个椅子吗？”好，我们说椅，笔存在，椅子存在。是因为我看到它，你看到它，我摸到它，你摸到它，对不对？我们知道它存在。现在这个鱼你没有看到，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存在，这个鱼也不存在。不是，我没有看到。请问你，我怎么知道椅子、桌子、鱼是存在的？再来，我们说它有没有存在，是因为我们至少经验记忆里面有看过摸过等等，再有储存物有这个东西存在，对不对？现在我们连它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如何知道它存不存在？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问题吗？知道。我连它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我连知道或不知道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如何知道或不知道？安条我，阿冠黑老师抬头看天，嘴巴打开，差不多5分钟我就走了，他大概也希望我赶快走。一个月后，我回到家，我妈妈说：“你们导师写一封信来，说你这个囡仔头壳有问题，要好好注意。”你知道吗？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知识如何成为可能，就是认识论的问题。你现在到底知道了什么？你领悟的、感受的、情感的、理性的、认知的过程里面，你到什么层次？你自以为你懂什么东西呀？那个是真的。那像西方，它就是连这些。所以康德就是解决所谓理性思辨的这个，他会成为一个所谓大哲学在哪里？告诉你知识怎么样是可信的，是可。那事实上，我们有本身有很深层的东西，整个教育系统里面如何往内心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出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缘，我们今天晚上。让几千在这里的几位结业士明天就会带给年轻一代自豪。这个自豪呢，是我所知道我开设的那个静宜生态所，那个当时他进来考试，我觉得我要用这个一个一定要把他录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金轮出身。刚和定计什么都要有，特别这种实践力，一个单纯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自己当兵也有这个，不要说男生，连女生，都要去了解一下。
很显然可能那种地方，那种恐怖的一种集中营的心理。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他吃苦怎样，我当兵大头兵就是最辛苦训练过的。我不是告诉你们，我什么没有第一名，当兵毕业第一名，真是天兵。这里面会因为那种纪律跟整个的啊，但那个训练过程那是完美，人性能够在那里有更大的、更柔软的地方，也有更大的延展。最艰苦的地带也有呢成熟的人格，然后呢要怎么样养成？那我是把我以后就是说都移交给他，都移交给他，就是他能够帮我传播。因为我相信他的人格，我相信他那种无私的人格。你要无私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但是呢，以我所遇见的机缘里面，我也希望各位如果有那样的机缘，也一起来跟着他。那我能够把我就是生产，因为越来嘛，对吧？我们这个淘汰狼以后的年代呢，不大可能一直逞强着去做一些。啊，各个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年代适合做的事，哦、那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开始。那明天呢，就是自豪带着大家，那你们出去要懂得互相照顾，不管何况这样子，我们共同走过这七八天，真的感恩这片土地是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这个天气这样的记忆。啊，也懂得随时照顾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现在回去吃饭。另外呢，各位，那个陈也霞想要跟各位介绍最深层的那个他写成的那个短篇的，类似像小说散文那一本，他忘记介绍。其实如果你看那一本，你会知道像阿里斯的故事里面更深层一点。那个在那个柜台那边有，在柜台。那当初在台中呢，没有放在那边都没有人有、哦、那个东西你可以看看。另外有登记那个植被师的，你让我们开过来。